我说唱戏的没个正派人，二爷怪我迂腐。今儿我仔细一打量，别的戏子我不敢说，就说台上这个邹氏，准不是什么正经货色。四嫂子今天有功夫来瞧我，有事儿啊？啊，小少爷周岁生日啊，我在奉天，今天啊特意赶来补随礼的。劳您惦记，几年没见了，表叔表婶都好。啊，都好都好。哎，姑奶奶，我直说了吧，有个事儿想央告您。嫂嫂请说。你大侄女自从去年啊看了商老板的戏，就跟丢了魂似的，见天往戏园子里跑。咱们家的姑娘还听上戏了？我不听别人的戏，我只听商细蕊的。这不是听说陈二爷入了水云楼的股，非得缠着让带他到后台转一圈，你就卖个人情吧。二爷入了水云楼的股，从哪儿听来的？哎，不是报纸上都登了吗？街头小报胡咧咧的吧。北平时报登的，程凤台投资水云楼。投资水云楼里面啊还有你们范四爷的份儿呢，你会不知道？你瞧我这么个闲人，冒冒失失的，这好消息啊应该让妹夫亲自告诉你才是。啊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别让妹夫埋怨我。表姑，表姑，这事儿真不成吗？我就去后台看一眼，就一眼。别丢人。妈，妈，去把这几天的北平时报拿来。回二奶奶，最近的报纸都被大姑奶奶拿去了。好啊，姐弟两个串通一气，就瞒着我一个人啊。喂喂，二爷，货一箱都没少，好好的放在四号仓库里呢。嗯，尽快把货发了吧。东北失守，边关告急，曹司令意志不假，可他意的到底是青天白日旗，还是白底红太阳呢？这几批货你都得给我看好了，一天都不能等，运到北边去。这小鬼子占领了咱们的地盘，咱们也不能让他痛快喽。范四爷，恭喜恭喜啊，这手里攥着水云楼啊，往后您就是梨园大拿了。这这这拍马屁也不看看日子口。范四爷，范四爷，恭喜恭喜啊。真是哪个该死的走漏了风声。哟，范四爷您来了。哎，好。你这怎么来这儿了？许你和你姐夫泡戏园子，就不许我来看看？范老四手头挺宽裕的，在这儿还有个包厢，干脆再咬咬牙下个本儿，赶明儿把这园子盘下来吧。姐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人家戏园子开得好好的，盘给我图什么许的呀？再说了，你掐了我的红利不是？我哪有钱呢？你没钱，你有个好姐夫啊。不是，我没有。没想好下一句瞎话怎么编是吧？那你就站在这儿仔细想想，我等着。哎呀，姐，程二奶奶，范家大姑娘，给你这傻弟弟留点脸好不好啊？这范老四如今在外头可是
范四爷呢？这包间隔音不好啊，姐。知道害臊了，德行。别生气了啊。好了好了啊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哎哎哎，快快快，来看财神奶奶了，赶紧来。什么财神奶奶？财神奶奶？哪儿啊？二楼，二楼，什么财神奶奶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一下。干嘛呢？嘛呢？班主啊，财神奶奶，财神奶奶，程二奶奶看戏来了啊？哪儿呢？二楼，二楼，穿绿色衣服那个。嗯，远着看还挺登对的。哪儿登对了？程二一西装革履的那么洋气，这程二奶奶还穿着旗装。你懂个屁！她这身端庄大方，还透着贵气，就比你这露胳膊露腿的强。大冬天的，她倒是想露啊。这程二奶奶不是大家闺秀，足不出户吗？今儿菩萨出庙了，为了什么呀？一准儿听二爷说我来听我的戏，下一场给我瞪大了眼睛，卯足了劲儿唱，让财神奶奶瞧个好的。好嘞，好嘞，慢点。我就不服气刚才班主说那话，这程二爷可是上海滩的摩登大少爷，还留洋念过书，还会英文，还会跳舞，怎么就配了一个那么老古董的二奶奶？你说俩人搁那一站，像夫妻吗？嗯，那就你和二爷像夫妻，是不是？本来就是嘛。你看我这模样，你再摸我这皮肤，我这气质，我这身材，不比那什么二奶奶强啊？嗯，那你几时给我们二爷当新奶奶去？就算是个姨奶奶，我都服气。哼，等着啊。只要二爷呢跟咱们水银楼常来常往，我进程家还不迟早的事儿。走吧，慢点，走吧走吧。咱们走着瞧。别站着了，坐吧。哎，好。今儿什么戏码啊？今儿个是商细蕊的《战宛城》。模样真俊，比我们女人还要女人呢。
这是哪门子的寡妇？寡妇夜里都是这么过的？我说唱戏的没个正派人，二爷怪我迂腐。今儿我仔细一打量，别的戏子我不敢说，就说台上这个邹氏，准不是什么正经货色。